宋先生，嗯，我想录视频。录呗，我得衣服穿上。对，你这太不雅了，你去穿件衣服吧。等会啥呢？这是。你这汗呢？我天，在屋里。看看啊，得表扬一下小宋同学，下了班回来守的这个灶，给我做饭儿。哎呀妈呀！我又好挨骂了。一下了班了回来做哎呀，饭，你真来！你就是故意的。然后给朋友看看这个，这是明天早上的豆浆。就我们早上起来就是吃两个鸡蛋，然后喝杯豆浆。一说鸡蛋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让他妈背一个鸡最重要的是这个，这个是我泡的咱家今年小玩耳，但是你看我就抓了两小把，泡了这一大盆。朋友们，这个可是实打实的泡发量。就我那个晒干的小玩耳，我就抓了我自己，我手其实挺小的，我就抓了自己这个两小把的玩耳，你看泡出来多少？这还没泡够时候呢，其实泡个几个小时，然后吃之前再在那个火上煮2到3分钟吧，3到5分钟也行，然后它的口感是最好最厚的嘛。这就是咱家玩耳大小啊，泡开之后都就是挺均匀的，基本上都是1元硬币大小的啊，这样的。基本上都是这种1元硬币大小的玩耳，泡开之后，泡发量特别大，朋友们，泡发量特别大。你看我这个一抓，不是说搁上面飘着呢，这一抓一大把，就两小把的木耳就能泡出来这些，没有根儿啊，都没有根儿，看到没，都没有根儿。真正好品质的木耳从哪儿看出来，朋友们，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，再一个就是它的泡发量。你抓两小把之后泡开这么多，它这个1斤木耳能泡15、6斤，甚至16、17斤的木耳，这才叫真正的头茬玩耳。你就到中期了、后期了，它木耳本身它就薄，没有这么大的泡发量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肉眼可见的品质。干啥呢？搁这？嗯，搁那干嘛呢？这蘑菇先煎一煎。那火不我开刚火？说呢，显得还挺精明啊！啊，我还你看这，搁这盯着半天。我搁这趴这看干啥呢？这是啊，然后我故意没说，我知道你能猜着呢。太坏了！我这个造型，大家别笑话我啊！有一小姑娘搁家里不收拾皮儿片的，太热了，实在是太热了。完了，一直吹空调也不行啊，一直吹空调，身体我怕也对身体健康不好。完了，我就开一会儿空调，凉快了我就关上，然后一会儿热了再开开。然后这个头发呀，呼身上可热可热了，受不了，然后就让我扎了一个这道士揪啊，搁脑袋上。然后我一说热呀，我就哎呀，这个小宋同学太不容易了，冒着汗，哎呀妈呀，太不容易了，哎呦我天，下了班回来还得给媳妇儿做饭，你瞅瞅，妈呀！这玩意媳妇儿只要看在眼里呀、啊，那我就没白干。哎呀我天呐，我都感动完了这一天。你看这多复杂的菜，还得先炒蘑菇，再炒鸡，有点整多了，要不然我不真炒的话炒不开。太多了。还有小宋同学要给我做个鸡吃，吃点补点蛋白。现在我就在饮食上做那个啥了，就是吃的比较注意一点了，就是注意营养搭配啥的，又买的那什么补血口服液。补气血的，然后又买的钙片儿，然后又吃叶酸，这就已经开始吃起来了啊，朋友们，为我俩那个延续下一代的生命做打算，下一代的生命延续做打算了。这里都是给我自己我们俩准备的这营养品，这是苏子油，平常得做点凉菜呀、啊、什么，或平常喝也行啊。这是黄芪补气的，灵芝孢子粉。对睡眠好的，补肝脏的啊。然后这个看到没？这个是咱家前年的那个秋菊蜜，我都没舍得喝呀。你看看，一夏天了，这个蜂蜜，你看在上海，我就放在这个室温下的，就常温储存的啊。它已经分层了，因为冬天邮过来说是结晶的，上海太热了啊，40多度的天儿，它已经就是化开一些分层了啊，上面是化开的，下边还是结晶的啊。很多朋友们的误区就是买了蜂蜜，第二年变成这样了。哎呀，我买到假蜂蜜了，有掺白糖了。这个不是白糖啊，这个就是头一年结晶，那个结晶颗粒，
然后第二年它没完全化开，因为它这个天如果再热的天它就可能完全化开，如果天没达到那个温度它不会完全化开啊，所以它是结晶颗粒，它不是白糖，白糖化开之后是不会再结晶的啊，这就是它俩本质上的区别，看到没，秋菊蜜黑色的，然后后边这个空瓶子是我们俩刚喝完的这个椴树蜜，喝完了啊，还没从家邮呢，这个是今年的啊，春百花，我趁着它卖完之前我留了一瓶，这个可是好东西啊，你看看我都感觉它有收藏价值了，呵呵，留着吧，现在就要补起来了，然后我现在在家也没啥事儿，就主要就是调理自己，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之后呢，然后就打算药娃大计。王远不能给他练一啊，你说你的王远啊，然后小宋同学说让我咨询一下网友朋友们，看有没有什么就是对这个怀孕药娃需要我们两个人就提前准备啥的，然后咨询一下大家。来吧，我们今天的晚餐，这是我的晚餐，人老先生减肥，这是老先生的晚餐，我也能顺道脚吃点，然后这个是木耳。木耳就能吃啊，煮两分钟吧，口感更好。这屋里实在太热了啊，刚才那个某些人又把衣服脱了。然后我们俩最爱吃的就是这个木耳蘸这个，就是这个海鲜酱油，白灼汁。对，开饭开饭，看着多好看。你就是把这个木耳泡开之后煮它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，特别肉头。不是